在一个村，他不可能有眼科；在一个镇，他也不可能有眼科。那么最基础的眼科，它是在哪里？在一个县的一个五官科中间，从县到农村，这个距离少则二三十公里，多则上百公里。安眼大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手，把这个手直接伸到农村里面。 很高兴能成为一个爱眼大使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老年人他要出去购买眼镜的话是很困难的。我今天作为一个爱眼大使，可以把眼镜带到他们的家门口去，服务他们，解决了他们一个看书看报的困难，或者是穿针的一个困难。然后他们被服务到了，然后就很高兴，很开心，我自己也很开心。 我每天能卖到二十副左右的眼镜，然后自己的收入提高了，生活质量也改变了，然后特别是能够在家门前工作，然后能看到自己的小孩或者照顾一下家人，这个就更轻松一点，然后相信以后能够服务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